今天要回二林，因为今天是我堂姐，是堂姐吗？我堂姐结婚，好久没有回去了。跟台北比起来的温，大家听得到我讲话吗？跟台北比起来，温度还温暖很多哎。现在呢，在找我们租的车子，因为呢，这次回来结束婚礼之后，还要来台中办事情，所以呢，这次是用租车的。然后这次是租那个台中 iRain， 可是我发现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，就是他放的地方那个停车场超大，然后他没有一个专门的 iRain 的那个区块，就我们刚刚走超远，我觉得有一种哎。在哪在哪？大家听到吗？我们在找车。我的妈呀！就是下楼梯的洪安晴，我们今天是专业招待服 Elsa。 晴晴啊，风筝啊，风筝在哪里？哇，真的有风筝呢。风筝又拍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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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说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要来回自己的，也不是回去，其实去台北应该要说上台北，不能说回台北。我觉得我在台北住太久，以至于很常会这样子讲。你第二就这席位够凶啊！现在是9:42。刚从二林回来，然后我姑姑买了这个给我们当伴手礼。这个是我看一下，这是扁食宴，我要来煮它。那等一下要直播了，然后还缺汤。这其实我个人就是我自己就是以前住二林的时候很少去吃，所以我觉得它蛮神奇，就是大家就是买伴手礼的时候呢，就是给外地人伴手礼的时候一定会买给他。然后今天我姑姑因为就是我表姐的结婚，很多那个阿伯啊，就是有回二林，就是很久没有回来的那一种，所以就买了很多。我自己也有连带收大，应该说自己也很少买了，买的也都是给人家。这打开里面就有扁食，然后还有这个油葱酥，油葱酥在这里，就这油葱酥。有点来不及了，所以我们要速速的煮一下。这一次表姐的那个喜饼是那个什么郭元益的，结果有点突破我对郭元益的印象，我觉得比想象中以前吃起来还要好吃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比较大盒。去料理之王结束之后呢，对，然后就决定要来好好的学做菜，没有老翻小子，明明就很赶，还没点小微。我姑姑虽然买给我，但是我想要学怎么好好的清旁边的东西，所以我今天还是先用现成的下去煮。
微冲烫一下它就可以了。再淋一点酱油，不要淋太多，有点提血提味就可以。好，这可以。点实验的部分可以加这个油葱酥下去，然后关火放下去，马上关火。准备好了，这里就是直播的。今天特别讲一下，这是二零的肉圆粥，我特别外带回来的。赞，开直播啦！哦，有点吃到。哦，Chris 晚安，我们的第一位出现了。